月经好的，在这里吃的好好的。没有，我没去都江堰，这是冰墩墩冰坨坨。安永会，我没去都江堰。本来冰墩墩冰坨坨在这里，岁月静好的啊，马上开始了，声音开大一点，听这两个。两个打的嗷嗷叫。是的，九九，这里的猫猫都很可爱。在福宝没展出的时候，我们关心关心福宝的街上邻居。福宝展出了之后，我估计大家都等着福宝去拍了。这些猫猫就没人拍了，我还是每天溜达一下，每天给大家拍一下这些啊，以福宝为主，然后这些猫猫应该还是要拍一点。啊，对的，森林姐，小邋遢猫，这两个真是个小邋遢。谢谢，感谢抹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哎，对呀，是因为六一儿童节嘞。哎呀，明天我给你们拍小宝贝哦，明天我以拍小宝贝为主，六一儿童节给我们宝宝拍一下。这里面有12只小宝贝，还有六只亚成年的宝贝。打成狗叫啊、哦！奶妈在那场吼了一声，他们就不打了，天天都在打，这么多，从小打到大，怎么回事？双胞胎。其实你们仔细看啊。那个，其中有一个，这两个我分不出来哪个是墩墩，哪个是坨坨。反正个子大的那一个，它碰都没碰到，另外一个就会叫。叫得很惨啊！哦，奶妈在里面叫了，看到没有？很听话的，两个一叫。